3年了，小四川第一次回老家，听到父亲聊他母亲的事时，默默地流起了眼泪。我给女儿打电话，她不接的嘛。哎呀，转出来呀，我说，这个好三四年没打电话了，我就没想走了。为啥今天就要走嘞？我不晓得你到底在。啊？你咋不回四川一起？您跟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就是以前，就是有什么误会没有解开啊？啥子为误会嘛，兄弟，我也没得啥子等等的话。你也不知道是吧？啊。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开心。啊，就是个道理噻，兄弟，我就是。哼，你睡就要得。我也不想跟你叫你等。我也不想跟你叫你等。那是为啥呢？你有什么不开心？你跟你爸爸沟通一下，都是两父子，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呢？我说了，我不想在家里待。我他说，就是他说我偷了手机去卖，我生病，他不带我检查，我为这个事吵架，我不想在家里待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可能小时候，你说他拿了。他拿了别人手机还是拿谁的手机啊？然后我爸的手机是我偷去卖，我也没得了一分钱。我家里安宽带扣流量，都是怪我开流量扣钱。在家里面打我掐我脖子上面。哎呀，小时候教训你。都过去的事情，你在想干嘛呢？他在医院，我没买饭给他吃吗？他姐夫儿子想打我，我为这个事情我不想在家里待，我要么今晚上就走。你这咋个待哟？你来说说的，这个啊，你又在这？不要说了。你就是找老多人这个情况嘛？你啊？你不要说了，把我不要家里待。哎呀，回就回来了，你住一天，明天再走嘛。不行，要么你在这住，我不想在这住，我在平山等你。实在不行嘛，他回来，那我叫那个马木就我们就在平山住着算了。他这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总放在心里。你这是咋个待的嘛？你想你啊？如果再吵下去，你这个话别说，这个话别说。我人家是没诅咒你死吧？此刻我感觉到诅咒父亲死应该是小四川和他父亲产生隔阂的根源之一。我就说你姐，你就是转来不转来，我都没得关心的，你那个脾气就是弄个啥回事？我跟你说，你不要什么都别跟我说了，我不想在家里待，什么事情都是我干的，要么今晚上走，我回平山去。好，行，别伤心，我们叫个马木，叫个摩托车。哎呀，他老姐还是收那么刺激的，他本来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买东西买肉买啥的，可能老姐还是收那么刺激上的，那莫放在心上。你我过年都没有回来。想你，哎呦，三奶，别生气，别把身体摔坏了。是，把东西清一下，别把身体摔坏了。涛哥，我这挺好的，但是我这两个，我这白娘跟七八娘这两个女儿，就在这房间里拿个白纸在花，整个浇了小荷花，就说要死了吗？我也没说她要死。听到这里时，我明白了小四川儿时挨揍隔阂的原因之一。和两个小堂妹的无心之举，在他家里用白纸画荷花有关。小四川的父亲以为是小四川让画的，诅咒出车祸后的自己。
不要再信，都夸你都没有用。算了真的听说的，他老金是这个样子。哎呀，这个我就跟你两个说，打了两遍，老王不打我，怎么整的了？我没带电筒，带单车吗？怎么意思？怎么整的了？我也是对谁？我带家电，我连是哪里是啊？